大家欢迎来到我家，我来为大家介绍我的家。我的家呢是居家工作室，在家里呢也可以一边工作。来，先来看看这里，这边是我的直播区。你看我坐在这边，然后他帮我打光，然后手机架在这，然后他还有我可以有配件，不同的配件，然后还有后面如果要卖衣服的话，我就直接这样子拿起来。来，这件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可以。然后再来，口渴的话这边还有水，我可以喝一下。还有板子，让大家知道我今天的活动，这区域很棒。好，再来接下来。所以你又要开直播？对啊，就是我的直播。再来这边很棒哦，这边如果我跟男友一起住的话，这边是他的健身器材区，是真的，他是真的。然后这边一人一格的内衣裤啊，哦，这个是那个卫浴设备，然后我们内衣裤、袜子都可以放在这。好，再来，这边也是两大衣橱，一人一格。这是你老公的？这是我的。哦，这是你的啊？对，这是我的。哦。对，下面可以放饰品跟那个。内裤在哪里？然后这个呢，就是我老公的，没有，还有他的领带，他的怎么他的衣服比我多？好，再展示我的包包区。我要出门的时候呢，就看我要今天穿怎样，然后搭配哪一个。再来这边有一个，我一定要一个全身镜，然后这样照着，这样子有没有搭？跟我的全身很好，我就可以出门了。好，最重要的是我的化妆台，看一下，一定要有这个光。我化妆呢都需要很多光，所以我就会这样子坐在这，然后化妆水擦一擦，然后擦擦擦，然后重点是这个镜子很大哦，我化妆一定要很大的镜子，然后这边放一些我的化妆品，然后这边可以画看一下细纹有没有画得好，这就是我的化妆桌。噔噔，好，今天就介绍了我的工作室房间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赶快帮我分享，帮我成为这次的观看次数的冠军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，走，拜托，快点。